立刻不满，慢慢安排。新澈感谢酒店送惊喜韩团 Super Junior SG 于上月出道12周年推出新专辑回归乐坛，除了早前因爱犬涉咬死人事件而挨轰的崔始源外， SG 六子前日早上特地赶来香港参加几晚在亚洲举行的韩国妈妈音乐颁奖礼，并于昨日启程返韩。而 SG 队长立刻于颁奖礼举行后当晚半夜在社交网上传一位酒店房内灯光的照片，并简短留了一句为何要来这里。事后惹起网民议论纷纷，认为李特是有感而发，因 SG 当晚未有获得任何奖项，仅表演了新歌 Black Suit， 更有不少粉丝替偶像感不值，并纷纷留言为李特打气。而一直是邱淑贞为偶像的 SG 成员金希澈在香港下榻的酒店特地为招待他准备惊喜。希澈在社交网上传酒店方面在他入住的酒店房镜子贴上邱淑贞照片以及他喜爱的动漫人物照片，并写上宇宙大明星，令希澈十分开心。张敬轩魔打手下肥牛挑机，型男谢霆锋反应戏。型男谢霆锋 Chef Nick 早前去左澳门同六位国际名厨参加米芝莲晚宴期间， Chef Nick 及其大帅工价炮制玫瑰号服及荔枝啫喱同玫瑰花瓣及香芹子面包条。当日 Chef Nick 以一身大帅哥造型现身，再加上一个招牌 choke 样，未显真功夫就已经率先行阵刺方。到整甜品时，曲组出尽力狂击朱古力，一双魔打手某停过令无少人啧称奇，过程更被拍成断片于网上疯传。魔打手打边炉影片一出，网民反应热烈，即营地黄秋生模仿 Chef Nick 凯英则拍做个魔打手化妆版后，一家就连降两度张敬轩亦加入挑机。那热曲 Instagram 上载同钟舒曼 Sherman 打边炉凯影片，片中轩仔扎住两只筷子夹肥牛，之后更魔打手不停搅肥牛，而曲肩上凯两个面，随住身体运动就细寒空呀轰。搅完一轮后，轩仔就 choke 住了一个华丽转身，跟住就顺手将肩上凯面抛埋了个过渡。为拍片对此碗面轩仔抵此留言，南亚人气组合钟舒曼郑舍舍 X 公长狗反门旁车赶景特别献礼景深夜变炉汁景12道 UB 味景肥牛生面你吃莲景第一个公海铺开 post 景 chef 景星梦游轮景世界梦号景特别冥界为作派的段也同我一起对左四碗生面凯中书外同名心同景我有时反翻景 low cost cosplay 景我全程腰主条例忍笑景其实对面好多人帮手打灯景生面王景咩味景颠够味景重有景风味景 Choconic Challenge 霆锋建议配埋乐斧王条片后，宣载化经 Chef Nick 灰鸟鸟猪，于是就 send 定条片必取缔备案先。宣载再留言景生面王 2.0 话说我金风师兄鸟鸟神神下下都谢 send 条片笔笔取保定案件点之曲第一句问我点简无配乐好我九秒九级配各位朋友请将音量收起景师弟一定系列 Sherman 表情景风味景 Choconic Challenge 景下一位有请
真是是。原来轩仔剪奏一段乐曲做配乐，配埋曲个脚肥牛节奏，成见是真系灵异和感。网民表示致谢，笑死我了，配埋大龙凤音乐好正温碧霞引年轻粉丝捧场，觉得自己有活力。英皇艺人温碧霞 Iron 于深圳一间商场出席盛挺亮等仪式并担任嘉宾。英皇集团旗下的英皇戏院亦将于明年2018年上半年度在这商场开幕。51岁的 Iron 现身现场时，获全场过千粉丝欢呼起哄。 Iron 最开心是在场除了男粉丝之外，大部分都是年轻女粉丝，其中还有不少只得几岁至十几岁的小朋友，令 Iron 相当开心。他说，见到很多年轻人同小朋友，觉得自己都年轻活力善。 Iron 发觉近年自己的粉丝群愈来愈阔阔及年轻化，他认真说，因为愈来愈多年轻粉丝突然觉得自己使命感加重，做要为年轻人做个好榜样，要做多善事，善事无一定要捐钱，可以帮助身边朋友家人或有需要的社会人，是一系善事之一，众有意要更加努力工作，比年轻新一代知道凡事都要付出努力。